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大智钓具，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把蛮特别的钓虾竿，这个叫做熊破94H4567，这个就是熊破贝壳贴，熊破贝壳贴。那它这个定价是，来定价是这边，熊破贝壳贴，摄影师你动一下哦。熊破的定价是4300，当然我们有特价哦，特价，因为它这个商品在网络上是规定不能够拼价啦，所以我们把特价部分遮起来。那有需要的朋友，你再传代问我们这样子。那可以看见它是一个盒子，挺漂亮的哦。这个盒子是我个人是觉得是蛮精致的一个盒子，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。我们这个先放在旁边，打开来各位可以看见。这个为什么叫做贝壳贴？贝壳贴就是说它这一只的这一只本节的这个部分，我把它拿出来给各位看，这样比较看得懂。本节部分它是贴的贝壳，贝壳就是说像我们那一种酒孔啊里面的那个贝壳是那种彩色的嘛，然后它利用泡药水之后泡药水之后，把那个彩色部分撕下来，撕下来之后贴到上面去，贴到上面去。那当然，它下面这个就是彩钛尾塞哦。这个因为这个我有，它有一个这个热缩这个收缩膜在上面哦，它有贴一个彩钛尾塞，然后它另外还有在赠送一个这个八角形的。八角形，这个是，我看1234，五角形的，说错了，各位，五角形的这个彩钛尾塞，各位可以看见那手感质感相当漂亮，后面有这个 Okuma 的镭射雕刻，五角形的这个彩钛尾塞就是说可以防滚，你放下去之后它不会滚来滚去啦，这是额外赠送的。像这一种彩钛尾塞，如果去真的要测五角形的话，我觉得一只可能应该要花个800块到1000块跑不掉。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头，头也是彩钛的，各位可以看见，是彩钛的。这个贝壳贴很特别哦，因为你如果贝壳贴的话，每一把像我给他抽出来看，因为它这个是天然素材。每一把这个贝壳都不一样，没有办法一样，因为它这个是天然的东西。那各位来，我抽出来给各位看，这一把是94H4567嘛，最前面这里也一样是彩钛的，一样是彩钛的，最前面这里一样是彩钛的。然后抽出来之后，各位可以看见这是变色龙涂装，这样子是紫色的。我们等一下抽下，抽出来整只是变色龙。这样子有点蓝蓝的，然后某一个角度这样子变成紫色的，相当漂亮，变成紫色的。我们抽大截一点就看得出来，这样子有没有蓝蓝的，这样子紫色的。那它这个论节柱这里也是有贝壳贴，然后抽出来这里继续是变色龙的，蓝色的，紫色的，一样，蓝色的，紫色的，相当漂亮。然后这个杆子4567，我们抽到第六，各位可以看见，很挺，非常挺，手感相当好。然后我们钓一颗二两的铅，就是说，如果各位你们不知道这个是硬还是软，你去钓具行买一颗二两的铅。买一个二两的铅，你把它挂上去之后，你看影片的钓虾竿的弧度，然后你把你自己常用的那一把钓虾竿也挂二两铅，你看着你的钓虾竿跟你自己的影片中的钓虾竿，你去比较弧度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把钓虾竿是你比你现在用的比较软，还是比你现在用的比较硬，来就是说可以让你大概去感受一下它的硬跟软就对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抽到六尺的地方掉二两千，但是现在是六尺掉二两千，各位可以看见六尺的地方，这样子掉过去
哦，六尺的地方钓2000，哦，大概就是这个弧度。所以这支钓竿，我个人哈，但是本人我是非常喜欢，因为我觉得第一，它的这个涂装哈非常的特别，好，目前没有这个钓虾竿在贴这个全贝壳贴的，就对了，全贝壳贴相当漂亮，相当漂亮。哦，这一支是它还有另外有两款更漂亮的，紫色的跟粉红色的。哦，在另外的影片，我们下几段影片就会出现。好，各位可以关注我一下。那这个东西刚刚钓2000，各位大概知道说它的那个软硬度在哪里，软硬度在哪里。那这个东西要怎么买呢？然后它全杆，各位看见，我把它全部抽出来。它的涂装是非常协调哦，这样子是紫色的，这样子哦，等一下哦，这样子是这种颜色。变色龙，你看不同角度变紫色的，哦，然后缩口的部分是一样是贝壳贴，哦，贝壳贴相当漂亮。这种涂装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如果真的去刮到啊，看不出来，因为它本身就是像这个怎么讲啊，叫做几何图形的拼贴哈，你稍微去刮伤什么的，真的看不出来。而且这种东西不会退流行，因为它是海洋元素的东西。好，来，整体感是这样子，再让各位看一下哈，整体感相当漂亮。那这个要怎么买呢？来，可以加我的 LINE ID， 我的 LINE 的 ID 是0980217692，0980217692。你加了之后，叮咚它，哦，回复你的是大志先生本人，我亲自为你服务，亲自为你服务。我们的 LINE 的回复时间跟我们店面的营业时间是一样的，下午三点半以后到晚上九点十分，然后左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名片的左边哈，有那个脸书的粉丝团，哈，你也可以去在脸书搜寻高雄大志钓具。好，那点进去之后呢，哦，有很多的钓鱼的资讯啊，或者是商品的资讯啊，都可以去参考，然后也可以在那个 YouTube 直接搜寻高雄大志钓具，有相当多的影片可以看。那跟我们买呢，各位放心，我们是实体店面。来，摄影师下去绕一绕，走一走，哦，走进去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我们是实体店面，哦，购物是有保障的，哦，各位请放心，不是那种商品是哪里来，来路好像没有很清楚的那一种，我们放心，我们是跟正规渠道寄货，哦，正规渠道就是说我们是跟代理商买的，哦，代理商买的进货的就对了，哦，那日后如果需要，就是说不小心弄坏了，哦，需要校解的部分也是直接跟我们联络，也是一样，哦，都有售后维修的部分，然后跟我买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，你只要是有跟我买钓竿卷烟器，哦，比较大件的商品，哦，我们都可以开启 LINE 的 VIP 服务。 LINE 的 VIP 服务就是说，如果你钓虾不会，哦，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传 LINE 跟我约时间，我们直接开启 LINE 的视讯，一对一真的服务，一对一真的教学，这个就是 LINE 的 VIP 服务。哦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服务，很多客人跟大志先生买就是为了这个服务。好，那除了这一支之外呢，我们下一部影片或者是另外的影片，我们会再介绍这两把哦，雄幻9392，这个也是贝壳贴，相当漂亮，一个是粉红色，一个是紫色。好，各位朋友，谢谢你们的观赏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就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